嫁给我。花还挺好闻的，野金钻。哎，我都跟你求婚55次了，就没有一次满意的。韩宇，我喜欢你。后来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嫁给我吧。幼稚。承诺，嫁给我吧。虽然我的求婚，他一次也没答应过。承诺，嫁给我吧。以后再说呢。我好像要成功了，但是他们都来我家聚聚，听说韩月也回来了。那一刻，我特别害怕失去他。干杯！以前是我忽视了你的心意，你再给我次机会。你来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，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。承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了。你来了。王宝的韩宇，韩宇，可是我为什么就是忘不了你啊？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。好了。56次求婚，功德也算圆满了。你再次拥抱，一分一秒都好。18岁的承诺，你好，我是18岁的瑞峰，我喜欢你。彭瑞峰，说好在楼下等你的，怎么来这么晚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我男朋友是个很健忘的人。哎，不是说好出门前抱一下的吗？啊，我都是怀疑他是不是没以前爱我了。我上班了。嗯，生日快乐！你看你忙得连自己生日都忘了，这还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味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啊？没事啊，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，等你下次想吃的时候我们再。儿子还活着，他老师的东西会越来越多。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就跑到之前的房子去等我吧。黄瑞峰，说好在楼下等你的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上班了。哎，不是说好出门前抱一下的吗？啊。我脑海里好像有一块橡皮擦，正在把我仅存的记忆一点点抹去。是不是有一天我连你都会忘了？我不害怕爱像流星，我害怕错过你身影。我不害怕你摇摆不定，我害怕爱生病。我不害怕爱没预定，我害怕你要的安定去追寻。我要带她回去，她是我妻子，我要照顾她。我知道你也不好受，别说了。洛洛，要是你刚开始是忘事，后面就可能大失控，是吧？生活就不能自由。她是我妻子，我要照顾她，我要照顾她。洛洛，洛洛，我爸是不是又为难你了？我要带她回去，她回去。她是我妻子，我要照顾她，我要照顾她。韩宇，我想吃楼下那家面了，是不是？有一天我连你都会忘了。好，我去买。
韩宇，是不是有一天我连你都会忘了，你都会忘了？韩宇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你，我永远爱你。韩宇，陈洛，韩宇。韩宇，他是谁啊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别碍我事儿。女朋友脑海里有块橡皮擦。你神经病啊！我掉了朋友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跟我回家。你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？韩宇，我们今天去游乐场玩好不好？你怎么还跟两年前似的，那么招人烦、啊？两年前。分手，听懂了吗？你真的让我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们两年前就分手了，后来遇到了瑞峰。阿尔茨海默症，他的记忆会慢慢往前倒退，直到忘记一切。也就是说，他第一个忘记的人，韩宇，是你，是不是？有一天我连你都会忘了，原来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不能在一起，是我会失去所有关于你的记忆。即使你站在我面前，你谁啊？我也认不出你。而你的余生，她是我妻子，我的丈夫，都会带着我们的记忆，看着我忘记你的一切。你神经病啊！与其这样，余生都不要再见了。陈洛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？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孩？大概这么高，留长发。没有，没看见。她是我妻子，我要照顾她。别怕，我陪着你。你是谁啊？来，张嘴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们认识吗？天气变凉了，要记得多穿一点。我爱你。你说什么？这上面说我爱你。在所有的记忆消失前，一定要记得，最爱的人是。彭瑞峰，瑞峰。我们和从未来会变就在今天。公司新来了个知名摄影师，只要签下他就能升职加薪。今晚等我回家。什么情况呀、啊、他俩厉害呀。不是这样的，当初为了签下他成了他的合租室友。你好啊，又没过。要不要考虑签我们的饭？不考虑。我跟那个情商欠费的大冰碴子根本就八字不合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走这条路。哎，前面有人晕倒了，走走，我们快去看看。让，快叫车！醒醒！多亏你反应快。你也不错。一起吧。你这个座，这都不会跳。现在好了吧？小程，早啊！是老公去上班啊？嗯，你出门啊？拜拜。现在好了吧？小程，早。这是我老婆。
上520了，送什么好呀？那你算问对人了，这是飞哥今年出的520限定礼盒，里面的智能感应剃须刀造型外观是星空元素，设计很高级，没有开关键，轻轻接触皮肤就能启动，充一次电能用三个圆筒，送男生保证不受伤。这么好用？要送我礼物？哎，他喜欢这种小白脸啊。干嘛不开灯啊？喏，看你总出差，送你到。这次你劝我的准没错，保证能把他拿下。还得是你，怎么又停电了？承诺，节日快乐。承诺，我喜欢你。我，对不起啊，他有男朋友。谢了。哎，我们也去拍张照吧。嗯，走。和发小认识十年。来，我们靠近一点啊！三二一。也偷偷爱了他十年。原来他喜欢他。你喝多了。韩宇刚刚跟我表白了。你这眼光不行啊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说谁眼光不行啊？有些感情埋在心里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的。可能才是对三个人最好的结局吧。我要结婚了。挺好的。你俩从上学到现在十多年了，也该修成正果了。我跟韩宇才刚在一起。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上学那会儿我喜欢的是你。承诺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啊，他有男朋友了。韩宇怎么这么没心思啊？韩宇刚刚跟我表白了。你这眼光不行啊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说谁眼光不行？我其实那个是。嗨。走吧，露露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让人难过的不是爱而不得。今天上班累不累啊？走吧。而是事后你才明白，原来你们的距离就差一点点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别过两天，今天一起过。我从没过过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日。妈，我都说了我不想和弟弟一起过生日，喜欢吃辣的也是弟弟，我从小吃辣就上火，你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。今晚记得帮我补课。像是我问你能一场奇迹，生日快乐。你怎么记得我生日？上次你给我补课身份证落我家了，就记下了。这么认真，难不成喜欢姐姐？穿越了千个万个，那我得快点找他，好娶你。切蛋糕吧。找我了，找我了，找我了！我怎么都找人了？好像是我家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，我看看，没事吧？快快快，赶紧去医院看，快快快走！你一定很害怕吧？
哎，洛洛，都是妈不好，以后把菜做得清淡点。谢谢妈。哦，对了，洛洛，你看啊，你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那间房子啊又大，要不我下午就搬。阿姨，承诺一样是你的，他懂事不代表你就可以让他受委屈。对了，看你一脸口腔溃疡了，这里。你想我一步一步一步的靠近，我的心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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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不停。你知道吗？我妈虽然最近没说什么，但是给我弟买的东西都会给我带一份。那就好，你要知道，在我这里，你永远是最重要的。